荣瑞，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任，美术观察名誉主编。我们现在去上课，是吧？那么前面的几堂课呢，主要是根据我们写生课到这个凤凰岭做了写生。写生之后呢，要根据我们每个学员这个凤凰岭的这个写生逐一的进行了点评，是吧？这个点评还是比较细的，咱们在座的同学的作品都被那么下面呢，也就不多讲了，就是根据咱们这次写生，大家也有一个印象，对那个我们去的这个地方有个印象。同时呢，这个学员们呢，咱们也都大家共同也都写生了。另外一个呢，在这个写生过程中回来以后，一个是我们进行了一个点评，同时在写生的时候也把写生的要求也做了这个阐述，是吧？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一个相对的有一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概念，是吧？不管是对我们跨年的景色，还有我们回来以后每个同学的这个作业，我们的写生，那么还有我的点评。现在呢，我就根据我们去的这个凤凰岭，是吧？这个景色，也是根据这个写生，通过一个对这方面的一个感觉认识，我现在呢也来做一张这个凤凰岭的这个画，是吧？做一张凤凰岭的这个画。那么这个上两堂的示范课啊，已经呢也就谈到，就是说，做美术画之前，是吧？应该呢，都有一个副稿，叫副稿。副稿就是在肚子里，是吧？在脑子里有一个基本你想做这幅画的一些
构想，啊，不管是它的章法上、构图上、打山用的这种笔墨的这种形式上，啊，那么一直到最终想体现的一个什么样的意境上，是吧？都应该呢有一个初步的这么一个构想，是吧？那么也都说了，每次作画，啊，构想能在画面上能够实现，也就是说60%-70%。是吧？因为我们是画画，它是个动态的，啊，动态。特别是画这个写意山水画，那么你不可能够说，我脑子里想的最后是一笔不差的，全都能够体现在画面。所以说呢，他在画画的时候呢，或者在某个地方多了一点，或者某个地方大了一点，或者某个地方少了一点，都会对你的构想又有一个牵制作用，有个牵制作用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他还是不断的要因势利导，因势利导。现在我们去这张画呢，我打算呢是从我的这个左下角。这张画纸上的左下角来起手，是吧？起手。起手画呢，都是咱们也都讲到了，是吧？主
我要画它的一个一些大的这个结构，大的这个组合，啊，不要一遍就画的细，是吧？要留有今后再不断的添加的这个余地。树啊，一般也是多画主要的枝干，有的小的呢，随画随添，不要一回都把它画到。
底儿啊，也都要做的有据有善，有据有实，啊，
先画一组这个匝竖，是吧？要近的这个竖。那么我这个起手呢，是从这个左下角起手，是吧？往往我们讲的这种立幅画，啊，左边起手就占了它的左下角，那么右下角呢，就不要画的太实，啊，或者是说呢，我虽然是从左下角起手，但是画到这一块的时候，我要控一控，不要把它画到死，是吧？一直要把那个角都堵死，是吧？先虚着，啊，虚着呢，它可以更好的得这个势。啊，这个角先控一控，
这是我们的人看见的那边的一个这个岩壁，是吧？岩壁，那个岩壁还是蛮不错的。它这个有一个这个一个小提坡，然后中间好像有些石头。到这边来呢，它是接近就应该是后头的主要的山体，是吧？我们可以考虑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原来呢，它这边山上有建筑，但那个建筑呢，一个是比较远。或者我们就把原来在这边呢也要建筑，是吧？或者有个亭子之类的，我们把它可以画到这个中间来。
先就初步的把这个进行给它勾勒出来，好吧？现在呢，我们也可以翻过来。
这个线条的方向扭曲，是吧？或者是顺畅，这些东西要画的时候谁画谁考虑。大的结构的这个基础上，这个勾勒的办法是吧？把一个大药给它画出来啊，因为这种圆线比较多呢，我们可以用相对比较多的那个。这种圆线圆石头呢，太多的用这个里边的那个细的冲啊，就丧失了圆的那种线条的那种味道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采取用一些穿插的。
这块山呢，当初啊，这个山体好像是好多山体，它有一个凹端凸出来，所以好多呢就要虚一些，不要把它粘的那么实。有些地方连，有的地方非连，中线条多呢，它比较遒劲，但是呢，容易患板刻，所以说呢，在这个穿插的时候呢，要灵动一些。
他的时候啊，也要见点笔，也有一个使用笔的大概得有个方向性，不要太过于的散乱。当时啊，这个坡，当时我们在写生的时候，坡很多，是吧？它一直要是一层一层连上去，我们就要有所选择，是吧？它要十个坡，我就画三个坡，中间的坡咱们就空了，是吧？你哎，让人家想去，你中间还有多少坡？你一个坡一个坡数的话，最后那个坡都连一块儿变一个坡。
这个山沟一遍，插一遍，插一遍就是把它啊，一些小关系把它勾连起来，勾连起来，是吧？让它充实起来。我们在具体写生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坡是顺着下去。我人为的把这块立了两块，就是要破一下，要不就一顺撇儿了，是吧？一顺撇儿，画画嘛。是吧？怎么好看就怎么画。它也不失为它的一个大的规律，是吧？然后我们来逐渐的，这是一个中。这个山就逐渐丰富起来了，啊，丰富起来，线条关系，啊，当然说现在还有什么黑白关系啊，虚实关系，我们都是要留余地。都可以把它在不断的生化，你像这几个这个小树，是吧？这几个小树呢，因为它在中级，中级呢，我们就从一片小树来关注它，不要单摆副歌的去刻画。说这点评上我也说，有些同学那树啊，太单摆副歌。它是一个小树林，我们要从一个整体的来营造的。它整体的一片树呢，它就有疏密，是吧？有虚实，有紧有松，啊，所以一定要画松一点。把它画的浓密一些，
这些时候呢，莫说呢，不要一遍都划到位，留余地。又要留余地，又要把它和周边的这个环境啊，要把它勾连起来，啊，不要互相没关系，两码事儿。该春的地方春，该插的地方插，反正这掌握着呢。这个有的时候墨块多了，缺陷，你就适当的有勾几条，几条线，反正就让它团块里边又有。线里边又有团块，它就容易柔和在一块儿。里边单又不选，又不选的软，是吧？你要这就勾一些线。朋友们，今天那个示范课就上到这儿，咱们明天继续画。